主料，香芹叶子250克，茶鸡蛋3个，辅料油盐鸡粉蒜20克，高汤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主料，洗净香芹叶和鸡蛋，鸡蛋打到碗中，加半小勺盐，搅拌均匀。这油炒鸡蛋，多漂亮的鸡蛋花呀。鸡蛋拨到一边，加入香芹叶子，加入一点高汤，拌炒均匀，加入盐鸡粉调味，出锅装盆，色香味俱全的一道清爽菜就有了。烹饪技巧好像没有太多的注意事项，做菜也是一种艺术，尽心尽兴就好了。再能注意一下营养和色彩的搭配，结合个人的口味，更是人间美食一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